这是聪明的自动分类存钱筒，我们来投进去试试看。我先投一块。好，一块。啊，从这里星球就掉进去。好，快投五块。这是五块的。再到这个蓝星。五十块给我看一下，我是五十块的。好，最大颗的。哦，啊，我知道，它的洞太小了，它进不去的。哦，它洞太小了，在这里。五块在这。五十块嘞？五十块不见了，完了。五十块在这。嗯，对的，有了，有分类了，有了，五块、五十块、一块都还在。啊，我知道了，它就是一块的洞比较小，然后五十块的洞比较大，五块的洞也比较小，也比较大。好，慢慢手一直在那边。我要回收的。对，好了，走了。是剩下那五十块，我的一块钱被它吃掉没了。嗯。